哈喽，大家好，我是狗哥阿阳。今天呢和朋友联系了一下，他有一窝的金毛啊，非常颜色非常的好，咱们一起去看一下。好了，金毛在这边，我们一起看一下啊。再随便拿一个，哇塞，我是激动的。来看一下啊，这是一只母犬啊，看头，哇，各种的手表，头板非常的漂亮啊，这毛色颜色也非常的好啊，大家看一下啊，肥嘟嘟的啊，吃的胖乎乎的啊。来看一下后背，很肥实啊，很壮实，很健壮，非常的不错啊。再给大家再看一只啊，再看一只啊，这只是公的啊，这只是公的，大家可以看一下啊，似乎有点害羞啊，似乎有点害羞，哇，这小眼神，真的，这头板大，头板大骨架的，看这腿大骨架的，去看一下后背啊，也是吃的很扎实啊，胖胖的。来给大家，这两只呢，现在给大家看的这两只是公犬啊，大家公的去看一下。颜色啊，我个人比较喜欢这种颜色啊，哎呀，不是太红，也不是那种沙滩金，嗯，非常好啊。画里边，一共九只啊，我数了数，一共九只。有喜欢金毛的啊，有喜欢金毛的，往这边看了，啊，记得关注主播啊。来，往这儿，哎呀，看这个小家伙，哇塞！这是一只拉布拉多啊，来往这边看。这是一只母犬啊，这是一只母犬。哎呀，奶白色的啊，小，太可爱了，也吃得很肥肥实实的啊。来这边来，来个对比一下。来，咱就拿一只金毛和这拉布拉多对比一下啊。看到差距了没有？第一个，看你们更喜欢哪一种？啊，看这颜色。看这头发，来，咱给放地上。小弟，来，咱给放地上啊，放地上啊，看一下。看拉布拉多比较兴奋啊，拉布拉多，看这金毛。拉布拉多比金毛兴奋的很多啊，大家去看一下啊，咱同时放在地上看一下啊，你看它多兴奋，看到没有，对吧，它是在性格的问题啊，这是性格决定的啊，你看，哇，着急了，看，不要跑，不要跑，不要跑啊。赶紧放里边啊，放里边。今天带大家看金毛就看到这里啊，金毛，小金毛，拜拜，咱们下期再见，记得关注阿阳，再见。你抓这个，我抓这个。